海内外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和您相会在今天的中国文艺，我是盛楠。元旦是公历新年的第一天，多数国家通称它为新年。每年的这一天，全世界的朋友们都将共同庆祝新年的到来。不过啊，在中国通常将元旦称为公历新年，将春节作为农历新年。新年之初，文艺舞台上更是少不了新元素、新演绎、新经典。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中国文艺。新年新气象，欢乐来相伴。小品、相声、妙语连珠，让您开怀大笑；明星大反串，说学逗唱，热闹非凡。我跟着向前行，从未走。中国文艺与您共赏元旦特别节目《迎新嘉年华》，陪您一起跨新年。原创歌曲是指歌手将作者首次发表并由其本人或合作人演唱的歌曲，而翻唱是指歌手将作者已经发表并由他人演唱的歌曲根据自己的风格重新演绎的一种行为。那翻唱的歌者往往会进行重新的编曲和配器，为老歌增添时代感，引起时下观众的共鸣。20世纪80年代，中央电视台的旋转舞台栏目连续2天在黄金时段播出了《潮》，来自台湾的歌节目，它首次以 MTV 的形式反映了当时台湾的流行音乐。姜育恒、童安格、王杰、张雨生等一批歌手迅速走入了大众视野。1991年，已经在大陆拥有较高知名度的姜育恒出现在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的舞台上，他的金丝边眼镜和那文质彬彬的气质都给观众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在我手当初其实不是一个独立的歌，它是个电影的主题曲，而且是一个广东歌，是苏芮唱的，叫《凭着爱》。所以那个时候是因为要在台湾做放映，所以呢，香港电影公司就跟台湾讲说，那是不是可以把它变成一个国语版？那个时候完完全全是听着这首旋律，然后去想象一下这部电影的一个大意，去想象一个故事，一种人生的态度。作品出来以后就立即交到苏芮的手上，可苏芮并没有马上出专辑的打算，而唱片公司也不可能把一首好歌就这样搁置，最终他们选定了姜育恒。苏芮唱的版本是直接拿原来的 color， 原来的 backing 直接唱这个国语词，可姜育恒唱的是完全成全重新编曲，包括现在那个很有味道的一个前奏跟尾奏，其实陈志远老师的杰作，我又在做了一些微调，又改了少数几个字，啊，包括本来那句话平平淡淡，苏芮唱的是平平淡淡就是真，到了姜育恒版本变平平淡淡才是真，所以类似这样的一个重新的打磨，把它变成一首新歌。说起当年登春晚舞台演唱《再回首》时的场景，姜育恒表示，他并不知道自己的这次演唱会面对全国几亿观众。就因为它是个棚内录影嘛，所以对我来讲不会意识到有多少观众在看这个节目，而且是 live 现场直播，所以因为这种事情我们可以说经常在去，后来下了节目，有一个人告诉我，就说看这个节目7亿人，对，所以那个时候才开始紧张了，还好下来了。如果事先知道的话，那一定会很紧张。再回首，云遮断归途。再回首。荆棘一步，请你也不会再有难
舍的旧梦，曾经与你的不得不，今后要向谁诉说才放手？背影已远走，再回首，泪眼朦胧，留下你的祝福，寒夜温暖我，不管明天要面对多少伤痛的迷惑，曾经在幽幽暗暗反反复复中追问，才知道平平淡淡从从容容才是真，再回首恍然恍，再回首我心依旧，只有那无尽的长路伴着我。曾经在幽幽暗暗反反复复中追问，才知道平平淡淡从从容容才是真，再回首恍然恍，再回首我心依旧，只有那无尽的长路伴着我。再回首恍然如梦，在1999年，39岁的台湾歌手迪克牛仔发行了自己首张国语专辑《忘记我还是忘记他》。此后，他凭借翻唱《有多少爱可以重来》、《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等歌曲被大家所熟知。对于自己的大器晚成，迪克牛仔没有感到丝毫委屈。25岁开始登台表演，40岁才被大家所认识。这个过程，他花了10多年的时间。不过，正是因为这10余年的沉淀，才让迪克牛仔的声音里透出沧桑而不失情怀的味道。离开我爱的人，我知道爱需要怨恨，放不下爱我的人，因为了解他多么认真。为什么最真的心碰不到最好的人？我不问，我不能拥在怀中，直到他变了。爱我的人对我痴心不悔，我却为我爱的人甘心一生伤悲。在乎的人始终不对，谁对谁不必虚伪。爱我的人为我付出一切，我却为我爱的人流泪慌乱心碎。爱与被爱同样受罪，为什么不懂拒绝痴情的包围。常常责怪自己当初不应该，常常后悔没有把你留下来。为什么明明相爱，到最后还是要分开？是否我们总是徘徊在心门之外？只要有个你相遇在人海，命运如此安排，总叫人无奈。这些年过得不好不坏，只是好像少了一个人存在。而我渐渐明白，你仍然是我不
变得关怀。有多少爱可以阻碍，有多少人愿意冷淡，当懂得珍惜又回来，却不知那份爱会不会还在。有多少爱是否该有勇气？在2010年北京卫视的春节联欢晚会上，小沈阳与妻子沈春阳深情对唱歌曲《爱是你我》，感动了现场的很多观众。此后，歌曲的搜索量也迅速的增加。但是，很多观众朋友们也许不太清楚，那这首歌的原唱其实是刀郎和云朵。因为我之前说嘛，我说到了高潮的那个部分，这世界我来了。我之前我和云朵的这个合唱版本，我们是一直在走，但是断句呢，后来这个版本的断句啊，是小沈阳他们做的，就是他把这世界我来了这枚风暴漩涡，然后咔掉男生，女生部分再出来接这个，正是你爱的承诺，他这个断句做得非常好。因为他们那段视频我也看了，我觉得真的是挺感人的。所以他最后变成一个情歌，是一个，就是也是可能有这个断句和他们两个人的表演在里面有很大的影响。用心交织的守护，爱是你和我在患难之中不变的承诺，爱是你的手把我的伤痛抚摸，爱是用我的心倾听你的忧伤欢乐，爱是你用心交织的生活，爱是你和我在患难之中不变的承诺，爱是你的手把我的伤痛抚摸，爱是用我的心倾听你忧伤欢乐。
是中国古典戏剧中成就最高、影响最深远的作品之一。书生张君瑞和相国小姐崔莺莺在普救寺里一见钟情，他们不顾封建势力的阻挠，在侍女红娘费尽心力的帮助下，最终有情人终成眷属。在2001年央视春节联欢晚会的舞台上，郭达和蔡明也联袂演绎了张生与崔莺莺的爱情故事，但是他们的演绎却令观众捧腹大笑，这又是为何？老师，老师，老师，哎，来了来了来了！哎呦，老师好，老哟，瞧这两口子。都是手挽手啊，老师啊，这哪是手挽手啊，是他攥着我不撒手，是吗？老师您不知道啊，现在这男人你要不攥紧点，他指不定干嘛去了呢。哎呦，瞧你说的，这你知道吗？我除了喜欢京剧我没别的嗜好啊。那倒是，他做梦都想唱戏。正好啊，咱文化宫啊要举行京剧票友大奖赛，我想叫你们两口子合演一出红娘。真的，你演张生，你来红娘，谁演崔莺莺啊？对啊，我请我小师妹演崔莺莺，帮你们两口子拿大奖。太好了，您小师妹是谁呀？对啊，白雪梅。白雪梅，她演崔莺莺。对呀，我老公演张生，我演红娘，把他们两个人往一块儿撮合。对呀，会。这怎么了？老师您不知道啊，白雪梅原来是他的那个冤家仇人。白雪梅原来是他的救命恩人。白雪梅原来是他的那是初恋情人。哎呀，那都是过去的事儿了，咱今儿个这可是演戏啊。对吗？告诉你说啊，白雪梅要不是看我的面子，人家都不来。你们两口子可得珍惜这次机会啊！哎，老师，您放心吧，老师。我这可都是为了你啊！一会儿那白雪梅来了，跟你演两口子，不准你有什么别的想法。哎呦，你放心，你对我那么好，我能对别人有想法吗？我告诉你啊，回头我一掐你胳膊，你心里头就想。我没什么想法，记住了吗？好的，好的，好的。哎呦，我没什么想法，我没什么想法。哎呦，你轻点，你这雪梅你好。啊，你好。哎呦，这么多年没见呐，你还这么精神呢？哎呦，你还是那么年轻漂亮。一点都不。哎呦，我没什么想法。哎，你说什么？他在背台词呢。哎，对对对对，我无有什么想法哟。你有这句台词儿啊？有啊，是我们老师啊新给加的。不信你问老大。老师，陪戏吧。好，你们穿上服装。哎，好的，大伙准备啊。乐队，注意听着啊，我说说咱们今儿个排的这折戏。这个张生啊，他来跟莺莺约会，跳墙进了花园，就见着红娘了。红娘呢，怕惊动老夫人，就借着为莺莺拿棋盘的机会，用棋盘他挡着张生，把张生就带到了莺莺的身边。听清了吗？啊，听清了。哎，红娘。你看我这衣服怎么样？漂亮，预备。哎，好了，来了，开始。啊，红娘小姐弟，正在太湖石旁。张生啊，你的机会来了。老夫人睡觉去了，小姐要下棋，我呀用这棋盘遮着你的身子。不要脸，说什么呢你？我是说真不好演。好演吗？
下面叫板该唱了，炸炸台叫掌声，明白了吗？明白了。来，张先生，你要老老实实听我的好王嘞。那咱俩眉来眼去的。这张生跟红娘眉来眼去，这张生不成流氓了吗？这张生啊，跟莺莺就得眉目传情啊。解眉来。老师，这折戏我不熟。不熟啊？成，咱唱下一折。好嘞。红娘领着莺莺去找张生，这莺莺害羞啊，不好意思往前走，红娘就拉着莺莺去叫张生的门。我拉着他去叫他的门。对呀、我怎么那么贱呢？又说什么呢？我说我心甘情愿呢。对，这就对了。我容易吗？我红娘领着莺莺上场。老师，我保证
这回一定不让我老公砸锅，保证。嗯，下边张申跟英英可就该见面了。见面以后呢？见面以后俩人就把门插上了。插，那我呢？接着演戏呀、啊！你高兴地说。高兴。见他二人将门关闭，一是称心如愿。明白了吗？傻子也明白啊。行吗？哎，行，开始。请小姐莫负我衷，门前留声。这简直就是一坛子红醋，走吧。